你要赶快带领蚂蚁捡到他的装备啊，不然等一下装备就没了。哎、蚂蚁，你再来一次。队长，队长发威，真本事，队长加油！来，三二一，蚂蚁，我们一起跳下去。我们感觉在这里越久怪会越多、哦，因为他们是深怪钻哦。勇敢跳！我勇敢，我在勇敢了！啊、发狂的兔奶。生气了，生气了，迪叔他们生气了。我有人没了，我们一跳就没了，有人没了。队长，你在玩什么？队长，队长觉得我们装备太烂了。你现在这个就是作者给我们的东西啊，你怪作者咯。快，你再过来，你再过来，你再过来。好，你再过来。你踢逼我！不行，队长只能靠自己走。我跟队长是有记录点的。那你没办法。来了，没事没事，我死了。啊、你死在哪？那个下面。哇！他在找我。我帮你突破中间了，中间的猎人神深怪砖突破了，就只剩下外围。哇！突然在杀手兔啊！对，底下有杀手兔哦，是发疯。发狂的兔奶，哎呦，露米，赶快复活，赶快直接 TP 到迪叔那边，安全安全。这些房子是安全的。底下，你的东西在底下。啊，好多杀手。下面他们在追蚂蚁，代表安全。对，他们在看着我。你的兔兔已经小动物们已经疯了，已经没有办法了。我在猜会不会是深海守卫那里？我往下，不是啦，这里不能啊，这里救命啊！对，我一开始就进去呢。我想要去拿我的东西。好，十八兔兔，我那个兔子好多。那个下面底下一坨拉库的深海守卫是在干嘛？好多兔兔、哦。哦，呼吸呼吸、啊，有一些兔子在我这了。哎呀，杀了它！哎呦呀，痛痛痛！呼吸呼吸，我需要呼吸。好疼啊！哦，还有老鼠，完了，完了！米奇，我的绿宝，加油加油！我只要整个绿。耶耶！完了，我觉得我们这个底下感觉快要下不去了。真的，我们在玻璃溪。哎，迪叔，哇，你们这边……我觉得我们先把装备捡一捡，然后离开这个副本，然后我也想晚一点再过来，不然这个世界太可怕了。发狂的居民，这里全发疯了。对，都疯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阿叔。他们被下降头了，好怕。怎么办，叔？我们捡东西，快跑！但捡得到吗？有我们捡啊！哎呦，哇！什么东西？好痛啊！哇！你们两个怎么都一群老鼠？你要气？有老鼠，有兔子啊！这要怎么玩啊？然后感觉目标是深海守卫那里，可是那里好多，好可怕、啊！是有同队伤害，对不对？小象露米。对，我不要打到彼此哦。你没了，我又没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我也要没了吗？哎，有一下哎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兔子跟老鼠。兔子跟老鼠。他们是好朋友啦。我觉得兔子比较可怕。我觉得老鼠比较可怕。我刚敲了一个石头，喷了一堆。底下真的发疯了，底下一堆深海守卫。狂的那种，这已经二三四十只了吧？这个啊，我被不知名攻击，完全兔子来了，兔子来了。那我们要怎么退回去也看不到路哎、欸。对啊，怎么办啊？我捡我吸，捡我吸啊！啊！哇！啊！救命啊！好，你们先努力的捡，我觉得我们就还是开。虽然它地图原本预设是会喷装，但我们还是开个防喷吧。加油，加油！
迪斯迪斯，你活了吗？迪斯迪斯，什么？你是大队长，你活了吗？哇，我活了，来，快来！哎、欸，不要来，不要来，不要来呢！到底要还是不要？要讲清楚呢！不要，借过一下，借过。哇，我变得好恐怖！我这样可以打倒他们吗？啊，我去找防喷。你们加油努力，对你们有信心。你们等一下，逃亡路线就是进那个屋子，然后跑酷过来，安全是吗？好哦，你要确定呢、欸？我确定，真的要确定，我们有办法呢、欸。可以，那跑酷很简单。可是那间屋子里面有两只兔子。呜、哦，把你扑！哦、有我开防喷了，应该有用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我老师开了防喷的前一秒喷掉、嗯，那就再捡一次。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就是捡一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刚刚那边坠落一只。我能捡多少就捡多少，能捡多少就捡多少，用命去堆叠，加油！一只，再叠了，再叠了。啊，我身上很满啊。想想看，我应该可以。我刚那个位置我觉得很棒。哎、欸，钥匙在哪？正下面这边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在那里。是不是？不是。我的是那个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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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现在任务目标就是捡装备，然后离开。我现在在吸引他们。对。有。吸引他们。捡到了。好。啊哈！哎不。然后就是我们晚一点再回来。这里实在太可怕了啊！没有装，我拿到什么？我们打太久了，它里面的怪实在太多，我们要晚一点再过来了。啊，对呀，真的，像变长得好浮夸哦，都是一些木头哎。你们都拿到了吗？有有。那你们有离开那里吗？我们在尝试。你们倒下也可以啊，反正防喷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去试一试。哎、欸，哇，这个队长都叫大家，哎。我们走捷径。捷径怎么走？往那个最下面的海跳就对了。死回家就对啦。眼魔，底下是眼魔。哦，迪叔，你看我，迪叔，你看我，我现在好，哎呀，你今天好酷炫，这不就漂亮哎、欸。不要去，不要去，不要去！我们就先在这里。这是迪叔的指令呐、啊，好扯啊！你是不是骗我？怎么都是深海？诈骗！白影，赶快去试一试，就可以回家了。家里很温暖呢、啊，有没有？哦，有、哎。我们这样子远离那里，应该等一下过去，可能就没事了。也许，可能。应该，太可怕了。我们等一下制定一下政策。我们等一下目标就是马上过去到那个底下水眼魔那里，刚刚你们倒的地方，因为感觉好像那里有东西。上面我们都已经去过了，那上面都没看到什么，所以感觉应该在底下。披荆斩棘，向前寻找隐藏的宝藏。迪叔隐藏的宝藏，我们必须要获得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那整理一下东西，等一下就可以再出发。做个剑，这个给你啦，不要做了。我也需要两颗石头，我没有剑。有那个箱子里都有石头，垫脚石，我刚刚也都挖一些。有很多。哦，有哎，好多好多。为什么有兔子皮？好扯，鲁米，好扯。哦，就他刚刚攻击了我，就手一滑就他就掉了皮出来給。人家一切都是露米啊。就那他的皮自己脱皮了。脱皮了是吧？现在流行脱皮。哎呀。迪叔什么时候脱皮？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他等一下应该就会脱了，我觉得。我已经没皮了，会吗？我感觉你皮很厚哎、欸，有吗？哪里？
脸呢？脚皮吧，脚皮吧。脸哪有？脸那么优秀。脚皮很厚吗？那可以瘙痒皮肤了。脚皮那很臭哦，拿去喂鱼、啊。他香港脚。屁！我只是两双袜子穿不一样，那不是很想要嘞？怎么办？有点臭臭的感觉。臭臭的哎、欸，李叔。臭哪有臭？没有臭、哦。你每天都有确认是不是？对啊。你都在闻自己的脚确认，好扯啊、哦！奇怪的人哦。啊？要闻一下是自己的。你要确定？怪怪的人哎。来，大家准备好了没？垫脚石有了没？来，我们再度出击哦！这一次我们一定没问题，迪叔加油！哎、欸，不对不对，有问题！我发现半组面包不见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你还在打人？不是，我刚刚要拿东西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不等人了不等人了，自己都不做。哎，有小麦给你，我们要走了，赶快走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边又一堆怪。左下角，左下角，冲那里了，冲那里了。下角冲，好好冲。阿姨一生平安，谢谢。啊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另一边的水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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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。我们先看他们怎么玩。完了，你那个水是骗人的水。哎呦，哎呦，前有骗子。有，底下的怪都没了，底下怪没了。有，我们下来下来，有一只怪。哦快快，迪叔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要去哪里？迪叔走哪？往下游。还可以往下吗？啊、这里还有办法往下吗？没有，没路了。那我们来这里干嘛？还是上面一点那边，这边爬上去、啊。有没有路？我找一下路，找一下路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完蛋了，三怪装可以敲吗？可以，可以，绝对，绝对要敲，绝对要敲。要不要来我这？我先爬上来，然后再蹲下去。哦，我一直好爬上来、啊。又有老鼠，有老鼠，真的。这个世界怎么要叽叽叽了？不能不能！神怪砖，神怪砖，把神怪砖弄掉，把神怪砖。有砖了，砖了，有砖了。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。这是又一村。迪叔的春天还没到。哦，说三月不会来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感觉怪怪的，蜘蛛网很多、哦。他们要把剑偷走了。谁偷什么剑？什么东西？是谁？哦，好无耻哦！哎呦哎呦，哎，漂亮的 Ruby， 这里很漂亮哎、欸，这里怪怪的哎、欸。哦，留一些给你们好了。哎、欸，这里怎么有红色的感觉？邪教感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快快快快找到羊毛了，绿色的羊毛成功取得。敲那种羊毛，有我在敲。你真的有在敲吗？你不要出来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迪叔。啊！啊！老鼠，老鼠，不要它，不要它！迪叔，你要确认呢、欸，你有没有把它破除？啊！啊没有呢，迪叔。要被破除了。等一下，迪叔，你怎么这样去了？这样不对吧，迪叔？我们的任务完成了。你没有拿到啊，你没有完成了，你要再来。好好、啊，我再去一次。是你耶，是你要拿耶，队长，你要想一下耶。怎么是我？你是队长耶。我不要，露米队长。快点，快点，迪叔，我们三个人都在这里，就你还没有到这里，你到底要不要玩游戏？好扯哦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哦、好扯哦。我只要把这游戏当跑酷玩。你来了，我们要走喽，高歌离席喽。羊毛已经取得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高歌离席就对了。好啊。我们要去哪？去哪？你觉得呢？回家吗？哎，走，我们去死，我们去死。怎么会有人都把自己的命这么的不看重？你这样子，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喷装，哎，给恢复了？太可以了，老师你怎么不见了？兔子太爱我了。啊，
翻滚很有用、哦。你是不是也想要看他们脱皮了呢？兔没有，兔奶。翻滚很有用。兔奶，你这样是对的吗？兔奶。我们先吃个饭。